好像26咯。嗯，做个单哈，做个单。嗯。你要结婚一下子不？你要生日是吗？好的，叫什么啊？东东。好的。结婚一下。乳肉。热狗。鸡柳。烤肠。还有烤肠吗？就这样是吗？嗯，就这样。好的。我们是要到晚上9点下班哈，我们是一天卖两餐，早上一天卖两次哈，一天卖两餐，早上6点到9点哈，哥哥姐姐们，下午的话是3点到晚上9点。嘿，这个好，就选三样，从这边选4样，啊、嗯，姐姐帮我加点鸭肠来喽，鸭肠，嗯，我看看。好的，来加什么姐姐？肉，哦，这是鸭肠肉，这鸭肠肉，我的心都乳了。鸭肠肉，然后那个鸡柳和那个鸡柳腊肠，我都怎么搞得我还擦一下眼睛了？哎，我看错了。辣椒要吗？不要辣椒。好的。他是在那个上面买的，你问姐姐，我不能。说话现在8.99。嗯，我不能讲哈。叫他转念就是。搜一下那个表格就可以了。多少钱一个？4块。嘿，4块起步，哥哥姐姐们，4块里面它是有土豆、粉丝、生菜、饼皮，对的。两个好吧？好的，来，姐姐你加什么？从这边开始选4样哈。好的，这是卤肉，招牌卤肉。嗯，卤肉还有吗？莲藕。嗯，烤肠，鸡蛋要吗？啊，要哪个？加鸡蛋特别香，你加鸡蛋特别。那要辣椒不？7块9毛一单，欢迎你买豪华版就可以了，不管多少钱。对，每个人的券不一样。对，因为有些人是买过，有些人没买过。好，一个。还有几个？2个，好的。对，加鸡蛋特别香哦，哥哥姐姐们，平时不喜欢吃鸡蛋的可以尝试一下9个鸡蛋到卷饼里面吃哈，特别的香，嘎嘎好吃。对，嘎嘎好吃哦，我特别喜欢加鸡蛋，以前我不喜欢吃鸡蛋的，鸭肠现在我特别喜欢加鸡蛋吃了，莲藕，因为鸡蛋卷到卷饼里面就是不一样的灵魂哦，哥哥姐姐们，鸡蛋，好的，要辣椒吗？好。你买就那个是平台，对，不是我们，就每个人不一样，是那个平台在那个啥，对，对，每个人不一样，是的，因为可能他没买过，我也不知道的，对，这个我不知道的哈，你买了就可以，嗯，嘿，买2个乘以2。哦，那就再买过一个。啊，两个，02、05、02。来这个，要几个？3个是吗？哦，第3个，好的。对，有时候要稍微的等一会儿，不是一个人就要一个饼的哈。有时候一个人要好几份的哈，哥哥姐姐，你稍微等一下。烤肠，等一下再跟你讲哈。还有一个姐姐，你可以加一个鸡蛋，好的，要辣椒吗？要。所以我要加快点速度哈，有时候一个人要好几份的饼。不是一个人一份的哟。好，出餐。你看一下上面有说明的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因为这个本来就很滑的来着。加粉快点。对。啊，4块起步啊，大爷。4块起步。拿点粉丝哦。嗯，买的都给那个帅哥扫一下哈，扫一下，对，扫码一下。对，我是在江西，哥哥姐姐们，江西省宜春市美丽的奉新县哈，我在奉新县。这个大是不是？你买的是什么？他就能加一个大，这别的不要，我再。东东你好，哦。就是你还是加一个大。还有粉丝的吗？就是粉丝跟大，别的不要。啊，就6块是吗？这个就是好的。好的好的，小美女有黄瓜要吗？小黄瓜要吗？要一点哈。好的，这个乌龟嘛，拿走。嗯，马上了哈。来，这个6块。好。你让我再帮你剥。这个
是现活现压的哈，哥哥姐姐们不需要发酵，现活现压，现煮现出我们的鱼肉卷。我跟你讲，自己可热闹了，就和你一样的哦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先做完吧。嗯，是你的。啊，我的。哦哦，你先。好的，好的，姐姐。你要加多少呀？不用。嗯，我这边先生。好的，鸭肠，鸡柳，要鸡柳吗？烤肠，还可以选一个，姐姐，鸡蛋，好的，要辣椒吗？好。我炒饭的时候，我炒的是下鱼，可以试一下。为什么不说本地话？那我讲本地话你们听得懂不？你们听不懂，因为我们直播间很多都是来自外地的哥哥姐姐们，讲本地话的话大家都会听不懂我讲什么。对，来，还有一个哦，姐姐，他还有一个六块钱是吧？你们做完了哈？六块钱是吧？他六块钱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嗯，你在这个美女的后面没有多过的钱到了，准备屋里的一个鸡蛋，烤肠，肉了，卤肉，还有一样姐姐，要来鸡柳，鸡柳要辣椒吗？不要，好的，不要辣椒，还有没有啊？好的，今天外面下大雨了，哥哥姐姐们，没有，没做了那个，今天外面下大雨了哈，哥哥姐姐们，所以外面今天出行不太方便，对。但是生意人还是挺多的哈。嘿，哇，离得好远呐！怎么一个比一个急？不要的那个，哦，不要生菜。来，这个加什么？鸡蛋。还有那什么？烤肠。帮我加点鸡蛋、烤肠、卤肉来哟。卤肉。鸡柳。鸡柳。要辣椒吗？不要。好的。不要辣椒。人多少人呢？他是在那个山，我不能讲，我在直播，大爷，大爷，你问那个帅哥，对，我不能讲啊，来，蔬菜，四块起步哈，四块起步，店里面是四块起步哈，哎，吃不完那么多就买四块、五块、六块的都可以。